你想接他一波，这条路，神通不够，再不上前，如何超越？龙游潜水，苦肉。你想接他一波？ 既寻到此地，龙游潜水，龙游潜水，你想接他？既寻到此地，你也想做英雄？
天命而来，你不要忘了，他最不是天命。念起，绝迟。先回天上大醉三天，再大战三百回合。
Thank you.
我听见人讲说，这妖精比你有千倍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往如来方便，把松箍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往怪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，当何罪？什么小金子都听。那怪说有些认得我，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看。我遣众兄弟一路试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一失明，锁不住的；一道孤，困不住的；以肉身之死，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若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卦之人，卦象如何，天命便如何。未来之所以是未来，在于未定，未定之事，天也难算。天命即因果，前因既定，谁也逃不脱后果。我算不出来，无非前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哎，这世上竟有先生算不出来的事情。好事，好事。